各位好，我们今麦开始来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哦，非常感谢哈，有诶对屏东来，有诶对高雄来。哦，真辛苦啊！为着台湾的打拼，啊，要来了解台湾的历史，所以今日恁有一寡疑问，台湾民政府拢总会当甲你有一个圆满的答复，啊嘛，希望恁大家较踊跃哦来了解。今日来遮上课，啊，尽量大家放较轻松呢。因为今日爱上到暗时，可能过去拢是学生吼，即马要阁转来遮，大概安尼坐几工诶，可能会较忝，尽量放较轻松啦吼。来啊，首先我自我介绍，我姓刘，名坤南，这个南是男生的南吼，毋是东西南北诶南啦吼。我住屏东，我住屏东。即嘛呢？咱来了解咱台湾的历史，咱先对这个法律咱今日有这节课有三点啦。咱对这个近代历史回顾，咱先来了解一下，因为法律的物件，唔是讲三个五个，咱就照安尼讲。小刚，法律的物件是袂变的。你那是500个、1000个，你嘛是小刚爱安尼讲。这就是咱必须性所推动的这个法律研究。这伫遮咱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那即马来，咱对马关条约，开始，这1894年，这甲午战争，我正要讲这甲午战争的进程吼，因为每年啊是2014年，可能就是个关键年啦，也是明年的是甲午年，就是两个甲柱，所以讲这个甲午战争。这个《马关条约》好，不要紧啊！我即马先讲好。1894年哈，这个大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所发生的诶这个战争，但是大清帝国一战败是爱阁赔钱，地位讲是土地割让。爱阁赔钱，伊即马在赔吼是2万银两啦，2万万银两，这赔啊，伊有这个七年的时间，头一年啊，顶半年多是5000万，啊下半年多嘛5000万，分做7年摊分，来啊，即马这个马关条约，日本叫做下关条约，中国叫做马关条约。这个条约在签的当中是皇帝甲皇帝来签的，伊伫1895年4月17日所签约的。伫国际条约来讲，伊这个签约一定有签约日、甲生效日、甲生效日，包括咱等一下这个旧金山合约嘛是相同，这种是国际条约，伊伫1895年的5月7日生效，生效。皇帝伊即马本身家己无签约，伊会派伊个助理来签迄个大臣，所以讲这个签约是中国伊派李鸿章，派李鸿章来签约的。咱大日本这边呢是派这个伊藤博文，这个6月7日。
伊有点高，哦，有点高。这点高呢，是派的李鸿章的第二后生，叫李金芳。啊，咱这边大日本帝国这边是派这个第一任的总督华山之计，吼、哦，伫六月七日，伫加兰外海日文横滨湾内底，哦，这个华轮内底签约十二点半点高完毕。哦，譬如讲，这个咱一般伫这个土地买卖、民间土地买卖，咱买，咱嘛会去叫地政吼、哦、来量、来测量、测量。哦，这块地到底是圆的，还是三角的，还是四角的？哦，这拢爱定界址。民间就是将精神，更何况是国家甲国家。哦，所以讲，伊伫这个六月七日啊，点交完了，伫这个六月十五，哦，半个月了，开始施政，哦，开始施政，到这个1905年到1915年，伊这个当中啊，有十年的当中，有发生足侪代志，就是讲咱大清帝国。将澎湖甲台湾挂念予日本天皇了。这西半部啊，有六个屯垦区，唔是全部规个台湾拢总是。哦，所以讲伫高山迄边，咱电视这個、电影有看这个赛德克巴莱，这个太阳旗甲彩虹桥。哦，这全市啊，都、就是这个事件。以这个日本。有派这个警察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军队用十年的时间来征服这个高山，吼、哦，征服高山。啊，到1915年，咱开始台湾，咱台湾这块土地，但开始有主权，吼、哦，开始有主权。啊，了后呢，大龙会走这，哦，对，1931年。四月七日开始皇民化。这个皇民化为什么叫做皇民化？咱较早咱的四大人，还是咱的阿公阿妈，有叫做日本名的，哦，像讲某呢，还是迄个什么局米，还是局主，这种的，这拢是日本名，啊，和咱这个学这个日本的习性。哦，这就是对这个内地延伸，哦，对内地延伸。啊，到这个1941年，哦，1941年10月7日，这个大东亚战争哈、哦，这个我正要要跟你讲的，啊，恁小可吼记一下，因为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啦。第12月7日，这个日本的首相叫做东条英机，哦，因为要发生这个珍珠港，这不是偷袭珍珠港，这是袭击，哦，袭击，就是12月7日，这个、东条英机伊对日本海，啊，塞迄台太和号，伊内底顶管有放345架的零式战斗机，伊即马对只开到这个。太平洋，吼、哦，要离到美国的珍珠港，差不多10点钟，还12点钟的时间，一旦宣布宣战，哦，咱拄啊，咱的秘书长伊毛讲，两边啊要战争，一定要有同意，哦，才会当宣战，才会当战争，啊，那无哦，这算偷袭，袂使得受到联合国来处分，哦，啊，所以用东条英机伊伫战争。在1922年的进前啊，伊有一个华盛顿军事条约，哦，无缘无故讲咱两个都足好，啊，为什么带来冤家相拍？哦，这一定有伊的原因伫个，哦啊，所以讲伫这个1922年军事条约讲袂好势，就是讲这个条约内底有五个国家，第一英国、美国。意大利、甲苏联、啊甲日本，
因这个条约内底有讲，这个舰船啊，英国五只，啊，美国嘛五只，啊，苏联嘛五只，为什么日本三只？伊讲啊，恁在亚洲地区，恁较细地，恁三只就好啊。但是日本伊嘛无欢喜，啊，我得要组成一个八八舰队，吼、哦，八只的迄个巡航舰，啊，甲八只的舰船，你叫我做三只？哦，所以讲日本首相伊都无听话，无爱。啊，无爱呢？美国伊嘛袂爽啊，讲好你唔听我的话，我就用经济、经济战，将你这玉米、大豆、石油拢甲你控制。啊，所以讲，这要战争还是要修法，一定有原因的啦。哦，所以讲底下扣角来。啊，即马你东条英机伊讲，啊，这袂使呢，这若果限制了，可能我日本都爱灭亡啊。哦，所以讲，伊伫十二月七号，伊就开始偷偷啊开船，开去到这个，要到太平洋吼，十二点钟的时间啦。但是伊当宣布啊，即天就是美国礼拜时啊，哦礼拜。啊，即马宣战，伊即马宣战了，啊，即爱过两天我等下来到遮的，所以讲就不甲采纳。到礼拜去透早九点外，规个顶悬。迄伫珍珠港遐咧佚佗的遐，伫遐咧晒，迄曝日头遐一个，啊，仰头起来看到规个拢总是战斗机，啊，准备走嘛走袂离啊，哦，要走嘛走袂离。所以讲伫迄个时间，珍珠港当啊迄载啊，甲中岛安尼，遐个船啊，啊加遐个飞行机，炸甲满目苍夷，4000几个人。哦啊，所以讲，伫十二月七八迄一天，当这时是罗斯福啦，哦，罗斯福做总统，世界内底，哦，即马讲到罗斯福，我先大概甲恁讲，伊做四任的总统，伫世界内底做上久的，哦，对1933年到1947年，这第一任，啊，对47到41，哦，是第二任。啊，41年到45年，这个年代就是拢在战争，哦，拢在战争。所以讲，伊甲美国即个军人讲，恁查甫人拢总无爱出门，无要战争。所以讲，迄边是全部压倒性的中选，哦，迄是第三任。啊，伊第四任吼，是因为伫1945年3月15日下晡3点半。伫北京的头前中风，哦，倒了啊，就爬袂起来啊。啊，所以讲，迄阵的副总统是杜勒门，哦，咱较等下会讲到一般命令，哦，就是杜勒门授权哦，马卡萨将军的。啊，十二月七八，透早，哦，迄天就拜一啦嘛，拜一，但是伫战争美国的宪法内底有讲，总统伊无可能。会当讲行使这个权利，伊一定爱向国会宣布，啊，一定爱国会半数以上通过才会当宣战。啊，但是你甲想，人这已经弄来个造卡，你甲想，敢可能讲要半数通过？哦，一定全部拢通过啊！所以讲，伫十二月七八迄天开始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开始，哦，这是第一天。啊，十二月七号，咱张秘书长应该有讲，十二月七号迄天啊，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伊讲宣战，其实唔是宣战，是林森，伊当作是做行政院长尔，哦，唔是主席，主席是林森，哦，这伫咱的。省政府内底吼，你若入去对正手边啊倒啊挖倒手到30公尺，伊迄个门面迄博物馆迄个，都拢写甲足清楚，迄是林森。啊，伊十二月七号宣战，日本政府无甲授权，哦，无授权，这就代表这战争无成立，宣战不成立。为虾米？伊当这时有三个。政府嘛，中国政府，第一就是重庆的林森，
哦，第二南京的汪精卫，第三就是延安的毛泽东。啊，你三个中国，我都知你对中国要宣战。哦，所以讲这个就是宣战不成立，哦，不成立。啊，过来呢，就是这个，哦，这十二月七八，这美国向日本宣战的，哦，啊，这我这弄下。来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咱这个1945年，哦，这个年代，就是战争到这，十二月初九，哦，这个中华民国因家有宣战，但是日本无甲接收嘛，吼、哦，到1945年诶十二诶八月初六。哦，八月七六就是咱的美国向日本南部国投下头一粒的原子炸弹，头一粒是伫八月七六投下伫广岛，哦，广岛。啊，第二粒呢，就是八月七九伫长崎，这两粒投下，当啊死的都差不多将近要30万人啊！啊，伊迄个辐射还阁无法度他估计，哦，所以讲。伫八月十三，迄一天，天皇伊就家己伫新闻机，伫囝仔遐咧，伫某人要安怎宣布投降？哦，啊！伫八月十四迄一天，向国会来诶内阁开会了，伊讲八月十五爱无条件来投降，啊，若无吼会亡国，哦，投下这两粒原子炸弹会亡国，哦，这是这个原子弹倒下的这个原因在这，哦，啊，在1945年四月七，在这个投降的进程啊，伊将台湾、甲日本，哎，台湾甲这个澎湖并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就是咱大日本帝国实施明治宪法，哦，这个明治宪法。因为是用诏书，诏书是比宪法佫较大。哦，诏书，这诏书就是讲，哦，汝人，当这时是汝人天皇，就是这个年号就是昭和啦。啊，正式天皇的名是汝人啦，汝人天皇。啊，伊的后生就是即阵平成，哦，平成这时的年号叫做明仁。哦，啊，伊的后生叫德仁。啊，德仁因为无生后生嘛，所以讲是第二个后生生的囡啊，这个叫做耀仁，因拢是人字辈，哦，拢是人字辈，生出来就是太祖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伫这个何家寨，何家寨是这个汝仁天皇，哦，伊嘛知影，可能知影这个战争无法度通进行。哦啊，所以讲，伫赶紧伫四月七日，拄啊，咱有讲，1937年，哦，1937年，这个四月七日啊，实施方面化，啊，即嘛，即个如果是伫1945年四月七日，哦，伫台湾甲澎湖实施明治宪法，哦，咱拄啊有参政权甲参战权，这个参政权啊。都、就是三个参议员甲五个众议员，这三个参议员，一个叫做柯炳，第二个叫做简龙山，第三个叫做林献堂。哦，这有一定爱伫这个国会内底爱有参加因内阁开会了，安尼到遵守，哦，到遵守。啊，这四月七日都是因的会计年度，哦，包括学校。公家机关、国会，拢伫四月七日开始上课、上班。啊，那七月七日咧，七月七日，咱在座敢知影是啥物？哦，七月七日是美国的国庆日，哦，美国的国庆日。哦，这是咱这个天皇无条件投降。啊！但是伫1945年九月七日，伫这个密苏里舰，哦，密苏里舰，
内底，因为当这是这个崇光会是外务省，吼，诶，这个官员，所以讲伊伫这边，伊代表两种的身份，第一，伊就是代表日本政府；第二，伊是代表日本天皇，哦，伫这个秘书里见，这个就是麦帅，哦，啊，当这是这个。就是蒋介石嘛，蒋介石啊，伊是徛伫外口，伊无伫内底，无伫即代秘书级里见内底参加，哦，无签约，哦，所以讲是即个崇光会甲即个麦帅伫内底，哦，因在签约尔。啊，即个九月初二，九月初二，你即卖即个签约签落，无代表战争结束无，哦，无代表战争结束。哦啊，这个是台北，这是地投降书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、人讲伫十月二五，哦，咱拄啊顶一届这个顶一节，咱的叶州长伊嘛讲，这个受降典礼十月二五，哦，咱这是讲搁在加深咱的哦，这个论述法律吼、哦，咱的历史，咱来去了解。这是伫内底，吼、哦、内底所签有代表四个国家，第一个就是英国，哦，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华民国，第三个就是美国，第四个就是苏联，哦，这是伫只内底签约的，这是台北的中山堂，哦，啊，这拄啊咱拄啊有那有看过台湾光复节。咱较早像即卖的课本啊，国校五年啊六年，伊是安怎写的？日本切记台湾，哦，日本切记台湾哦。蒋介石八年抗战，哦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过来就是这个台湾光复节，啊，咱读的拢是读安尼嘛。啊，这是唔对的，所以讲恁今日有这个疑问，会来到这上课，就是讲咱将所有的疑问，唔错误的历史，你茫看呢，这流氓政府哦，伊要甲你篡改这个历史啊，伊是有计谋的，哦，伊是有计谋的，无爱乎咱这台湾人知影真真正正的历史。啊！伫台湾民政府遮，咱会得到你所要爱的答案，拢能伫咱台湾民政府遮，会当予你一个完满的答复，吼、哦，完满的答复。啊，拄啊吼，来，这个台湾光复节，吼、哦，这台湾光复，这拢是假的啦，吼、哦，这是假的。啊，即嘛是这个是中国战区，其实这个是太平洋战区。为一般，咱也伫外口在讲讲，啊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哦，我相信恁阿未来上课的进程，恁拢会安尼想，包括我嘛是相共。两年前，哦，我来阿未接受这个论述的进程，我嘛是迄想讲啊，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，咱的祖先拢伫中国嘛，中国过来嘛。其实这是唔对的，哦，这是错误的历史。你那伫这个八年抗战，1937年就是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，这个卢沟桥事变了，到1945年，而且8月15日投降，多好八年嘛，哦，啊，伊就是用来甲恁欺骗，但是伊那。向日本政府宣战，是伫1945年的12月初9，啊，这个当中当几年尔，哦，所以讲唔是八年，这拢敢骗的，哦，拢敢骗的，哦啊，这个战败国，
啊，变做建信国。哦，啊，这当这时，咱拢伫这个港口，哦，得甲伊迎接，吼、哦，欢迎因入来。啊，结果呢，即下较老一辈吼，啊，七十几岁的时阵，较老一辈讲，可能，这军队来建信国一定穿甲足漂皮的，结果来拢是派当丁，啊，穿草鞋来。啊！你也看安尼，这叫做建信国。哦，这阿哥底下咧人塞，你无看？哦，来，我都有讲过啊，这个年代啊，是咱台湾人哦，可能在较少年的这吼、哦，今日我看到足欢喜的，以足侪少年人来上课。我较早咧上课时阵，是我上少年的，哦，我上少年，五十几岁上少年的啦，剩的拢后迄落八十五岁都来咧上课咧，哦啊，恁真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希望啊，哦，的希望。这个1946年一月十二日，哦。恁今日是有来上课，恁知影这个法律，但是恁阿未来上课的进程，你的师大人，那甲你讲，啊，你唔是外囝呢？安尼代志有足大条无？是我的爸爸妈妈生我，啊，既然讲唔是外囝，哦，这就是安怎对一工对家来，哦。伊是以一张行政命令，将台湾哦人民规划为中华民国籍。哦，咱拄啊，这个叶州长有讲，咱迄刻的身份证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过去正是邓音啊、肖音的后壁的右上角，你甲看，咱拢是奴隶。哦，包括你啊18%的。迄拢是伫后壁遐数字的区分，哦，恁若无等一下，恁当下摕身份证起来甲看，后壁右上角迄都是拢，哦，拢有注明，哦，有注明。来，到1947年2月28日，这都是228事件，哦，228事件，这是屠杀咱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，足侪精英。哦，足侪精英拢死伫浙江，因为什么呢？一寡台湾人，也是做老师的、做医生的，哦，像在座，那是伫遮集合做伙伫遮，迄哪有知影？遮都拢无看人啊！哦，遮都拢无看人啊！啊，这呢有足侪啊！因为咱本土台湾人就是讲受到这个压迫、这个斩杀，互咱告诉今日这少年人，哦，咱的时代人，跟阮爸爸嘛相共，哦，我要来上课，唔好啦，你唔好去，这足危险呢。我啊，较早就讲讲遐历史，遐历史安怎安怎安怎，哦，所以讲，这是一个。理念啦，你有认同无？这介重要，哦，这介重要。来，这个1949年5月9日开始实施戒严，这都是白色恐怖、白色的恐怖。在白色的恐怖内底，世界全球无人讲像戒严遐久的啊，到当时，敢无人知影？1875年7月15日嘛，哦，多少38年过56天，哦，无人戒严遐久诶，啊，所以讲，咱伫遮，恁有来遮上课，有来接受这个法律，这是恁今日恁有福气，真正有福气。这个对戒严，啊，
啊，到这六月十五，吼、哦，咱四万换一块，这个四万换一块，光着这四万换一块吼，阮、哦、大伯甲阮二伯，较早有迄分啊厝，你敢知影分啊厝？在座人敢知影分啊厝诶？知吼、哦，就是咱咧食薰迄个、迄烟草咧做迄烟草迄，嘿。起两间分啊厝，啊无够钱，甲阮舅公借，借钱来去，到即天过，掠两只鸡啊，行伊，掠两只鸡啊，尔呢，咱咧饲个土鸡啊，啊你啊看，当啊一天啊，咱本土台湾人诶，自杀来看偌济，一夜之间必善良人，所以讲哦，咱秘书长有在讲。以后要用四十万改换一块，这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无原因的啦。原底是美国讲，咱秘书长讲，啊，较早浙江交阮四万换一块，啊，阮以后咱啊接到政权，是咪当个用那用四万改换一块？伊讲袂使 ，no， 这经过几十年的物资浮动，十倍嘛。咱较早二十块一斗，一斗米，即马两百几块，十倍无傲慢，哦，所以讲这个四万换一块，绝对的实施，哦，就是这张啦，哦，这张就是四万换一块的。啊，到1949年十月初一，这一天。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因为这一天就是讲刘邦政府中华民国伊个政权，吼、哦，和毛泽东伫这个北京啊政变成功，哦，所以讲伊伫12月初3迄一天，伊就是刘邦来伫台北。哦，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，这一天，一建都南京嘛，1912年，哦，到1949年，短短时间38年的时间呀，哦啊，所以讲，因为我本人啊，哦，这图片伫遮，哦。即大家会当去看。伊1950年6月25日，即一天就是韩战爆发嘛。啊，伫1943年，咱有一个开罗宣言。这个开罗宣言哦，就是这个英国丘吉尔、哦啊甲罗斯福、甲蒋介石因所讲的，这是宣言。宣言不是条约，所以讲哦，咱三个啊讲的。太平洋战争煞了，我从中华民国，从台湾行入中华民国。啊，即马即个蒋介石啊，哦，足欢喜，讲好啊，你行我会使，但是我袂去侵占你邻近的国家。哦，结果伊的政权推翻了，即一天，毛泽东出兵。支援北朝鲜、北朝鲜，哦，所以讲，这一天开战了，美国有向联合国告诉，讲中华民国，哦，迄阵嘛是中华民国啦，出兵攻打北朝鲜，但是联合国有甲采纳，哦，有甲采纳，这个告诉成立。但是到12月底，这个中国的总理周恩来，哦，周恩来，伊嘛派吴秀全，哦，组成九个团队向联合国告诉，讲美国，哦，窃占台湾，啊，这联合国伊来讲，好啊，啊你无你证据起来嘛。哦，建国起来，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啊，你爱摕证据，一定爱摕证据来。伊若卖讲即句话，佫无代志。哦，啊，即马半年时间，互伊摕袂出来，佫加三个月，啊嘛摕袂出来，啊到即当今嘛是还佫无摕出来。哦，所以讲真个，为什么中华民国？哦，咱真这个南海的石油啊，足济，哦，足济。所以讲，马英九伊唔敢宣布台湾是伊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，伊一句话若宣布落，会发动战争。哦，天龙绝对一定发动战争。哦，所以讲你甲看。哦，这伫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个条约哈，诶，位阶是所有国际条约内底上悬的条约，因为有48个国家参加。啊，咱马关条约呢是两个国家尔，吼、哦，就是皇帝对皇帝。啊，这个位阶上悬的，伫1951年9月8号，哦，即刚签约的。阿迪1952年4月28，旧金山合约哦生效。我都有讲过，伫条约国际条约一定有一个签约日跟生效日。阿吉刚4月28号11:30生效，暗时11:30生效，哦生效。阿迪。1979年1月1号，台湾关系法生效，就是讲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哦，这咱拄啊拢有听到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伫1979年，1月7日，伊伫台湾关系法内底第15条内底有写，中华民国变台湾地理当局。治理当局，哦，进中华民国是一个空的物件，已经无啊，哦，已经无啊。我本人吼，伫后个月11月11日，我参加民进党内底已经26年啊，哦，即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台湾甲坚固？话人我那咧讲的时阵，啊，台湾爱独立吗？啊，台湾人也无做总统。你家想李登辉先生做12年8个月，较无13年。阿扁啊，连续2任做8年。哦，第一年的时阵伫定青湖遐办，差不多。1000地，迄30万人，迄气味吼，阮安尼出来安尼，拢总袂当出来，迄声势有够好个。啊，你甲想，啊有独立出去无？台湾民进党的党政第一篇，甲第一页甲掀开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哦，所以讲。我会来台湾民政府遮，嘛是受安尼。至于讲，我的同学介绍我入来以外，我非常感谢台湾民政府，行予我这条路。咱这条路法律的路，咱拢是行法律的。这条路是唯一咱的生路尔，其他拢总无路啊，拢总是死路，每一条拢死路啊。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唔是讲民进党唔好。是伊惊唔到房间去，即卖你甲看所有内底党内底，拢总是利益嘛，拢总是利益。你甲看有对一个无咧贪污的，但是伫遮要甲各位提醒哦，咱即卖受完了哦，甚至恁个即卖即期恁爱记的第67期哦，会初级班啊后。后一期嘛是个初级班，咱即马就是目前2期的初级班，啊一期高级班。恁若上完，恁就是一个哦，有一张迄个
结业证书给您，这张就是以后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，这张您唔好碰见呢，哦，唔好碰见呢。尤其是您正上少年来受训，是上好的。这公务人员是终身公务人员，做家你唔爱做，哦，做家你唔爱做，啊，你免惊以后无钱。那以前的行政官，你拢是行政官，唔是事务官。哦，行政官就是薪水一定足高嘛。那即卖官长就是行政官嘛。啊，你啊看伊一个月偌济，啊，恁等于三倍。哦，三倍的钱。啊，恁那两个阿公婆那两个都六十万啊，那免惊无钱，对不？啊，袂使贪污。以后台湾民政府只有两条法律尔。第一，公务人员贪污查到事实，一礼拜就清杀。哦，这一咱一定会实行，哦，一定会实行。第二，你若犯罪，就是用鞭刑。鞭刑你若讲一个，听三个月；讲五个嘛是听三个月，你拢爱拍个。哦，迄顶一阵啊，伫新加坡，新加坡哈，有一个做老师，迄个性侵同学，吼，迄学生。结果判八个，一八个做一届工，迄头一个工落吼，一条白白。第二个工落，迄足厉害呢。迄只咱即摆要用变形是用机器，唔是用人工的呢，是用机器。你若汗臭较好，较大颗，就调较大个。迄八个工工的吼，迄尻川拢垂去，拢总皮开肉绽。啊，拢血安尼流，啊伊嘛是药啊，甲你高高的尔，你爱等于无甲你关。咱以后，咱民政府执政，所有的感觉，咱总会卡掉。啊，那无，就是会做观光区尔，哦，做观光区尔。咱无爱讲，像即卖的感觉，哦，利用政府咧做的，入去乖乖的，假设出来，嘛是搁做。无变嘛，啊话入去，啊这真有够热，啊你若搁装冷气，啊着搁人家顾，啊着搁款好食，啊食歹着搁啊乱。咱老乡一个人，啊拢了咱的金钱呢。你像浙江，哦是1986年6月25号，民进党是。因为受到美国参议院甲众议院温准议会的压力，你袂当一党独大，你一定要成立一个反对党。哦，所以讲蒋介石好啊，若要成立一个反对党，我都家己成立就好啊。哦，所以讲伫9月2日成立即一天，就是伫咱台北迄个燕山饭店。哦，燕山饭店你拢知嘛吼？就伫遐成立的。啊！要成立，伊内底拢有监视器，叫几个，包括谢长廷，伊就是做总召嘛，总召之人。你要入去遐爱点名呢？唔是讲哦，我民进党党员，我要入来就会当入来 ？No， 无可能。哦啊！但是伊一个人，蒋介石伊嘛讲啊，只要是我中华民国的体制内，你安尼安排遐运作就好。你要爱钱，我钱给你嘛。足简单嘞，啊！这伫燕山饭店是宋美龄开的，咱台湾人出钱的啦。你也看咱台湾人，我的是大人吼，咱诶一代，搁再一代，伫遮做，啊，拢安尼赚，啊，赚了咱的子女，咱的是大人嘛咧想，哦，望女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希望讲伊会当。以后，哦，伫公家头路，哦，有一个好的头路，啊，安尼一代，佮接一代，啊，你佮想，每一代拢遐做尔，无较好的生活方式，哦，所以讲，伫遮，我要甲大家提醒，咱今仔来遮，大家拢有福气。啊，拢有福气。
那个等一下。后来咱即马啊，对这个历史上，哦，我伫遮做这个小结啦，吼啊，那有小可无了解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咱等下有时间当个讨论。咱即马要所讲的美国的国父，像有人知影无？哦，就是乔治华盛顿，哦，伊伫1789年的7月7日，伊向美国的国会借两本册，这两本册伊到221年，由华盛顿的基金会成立了，那向国会，这两本册其中一本就是《万国公法》。哦，你甲想，伫迄个年代，所以讲，美国总统啊，伊足惊万国公法的原因，就是因你一定要照法律来嘛，唔是像这个白贼鱼啊、白爪乌鱼，伊嘛无声音啊。你敢知影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？到即当今几年啊？哦，当地是咱伫即个秘书长哦，2006年的时阵，迄个哦美国四个单位，就是咱的美国的国务院、司法院、甲美国总统、甲国防部，因伫这辩论庭的当中啊，旧金山合约到即阵仍然有效。啊！我当伊伊个3年都无效啊！哦，伊即马嘛甲讲，啊，我即马都做副总统啊，毋是做行政院长啊。安尼白纸黑字，哦，所以讲这流氓政府都是一个乱源乱象。咱今所讲的都是法理台湾，法理的台湾。啊，今目前流氓政府呢，这都是政治的台湾，政治的台湾。就是流氓政府的顶管，就是 AID。啊 ，AID 的顶头上司，就是国务院。哦，国务院伊甲中华民国，因这较早是邦交嘛，哦，跟中华民国都是邦交，所以讲伊伫这点，因对因较有利。啊，咱法律的台湾，这方面，咱是台湾民政府。顶头上司就是美国的军事政府，军事政府的顶管就是国防部。哦，所以讲，伫咱遮，咱去过这个国防部了，伊嘛有足侪回应的。哦，这咱较等下，咱一条一条看讲。来，国际战争法，哦，国际战争法，恁今日哦。来这三天，哦，虽然今日会较忝啦，但是恁来这两条恁来记就好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这是伫战争法内底哦有五点，啊，这我先五点甲恁讲，啊，恁大概抄起来。第一就是海牙第四公约，第二。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第三，就是红十字会全进会总章程。这个红十字会哈，你甲想，咱伫战争的时阵，你敢有看到讲有衫穿十字的，红色的，还是讲咱的肩章，哦，有挂肩章。挂十字的，迄伫战争法内底，在战争的当中，你袂使去蓄意去甲伊拍死。啊，你若炸弹炸到，炸弹都无目睭炸到，都无话讲啊。哦，这你若甲伊拍到，是当地指挥官直接就甲伊枪杀。哦，伊这是
义务兵啦、啊，义务兵，就是讲，包括你是盟军还是敌军，你这两个拢爱救。哦，伊这是中立的。哦，因为我当时是做流亡政府，这因为我有受训，这我知影，我受训的拄啊伫这个树林迄、那个卫勤学校。住伫迄个自强隧道落来，东吴大学落来迄、那个，啊，进来阁有滴无？二三十年，我嘛唔知影。哦，这个部分我有询问到，我知影。哦，啊，阁有，伊这个是红十字会吼、哦，是战争法的，这个、战争的部分。啊，伊这个，比如讲，伫这个三一一，哦，芝麻米这个海啸。你家想，伊嘛是有物资、甲金钱的救济，哦，这都是拢伫红十字会内底一部分，哦，因来所做的。啊，第四点，就是这个、美国陆军总署教战手册有三千几条有关战争法的部分。第五条，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。啊，咱这个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这个就是伫美国陆军教战手册内底第六章第一条，哦，第六章第一节啦，第358条内底延伸出来，哦，哦，这个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啊，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，这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第47条，第47条内底，伊迄个通则有规定，流亡政府流亡来伫他国的国家，未当伫当地建立家己的主权。哦，这就是。日内瓦和平公约内底有写啊足清楚，哦，所以讲咱这要讲的法律，咱拢有根据的，哦，唔是咱改编的，哦，啊，第三点就是这个法理的逻辑法法律，因为咱秘书长这张这本啊《新台湾论》到目前伊迄个逻辑啊。要个是哇，哦，要个是哇。你个想，哦，譬如讲兵推，你在战争的当中，请问各位，战争敢是日时代当战争尔？无嘛，暗时嘛是会使，对无？哎，敢么讲规定讲，啊，战争一定爱行这条路，爱就这条路，无嘛？那你当？走小路啊，买当行山路啊，买当行水路啊，哦，这都是兵推啊，甚至咱的城堡、咱的堡垒，还是咱的基地，咱拢会设迄个障碍，哦，就是预防这个兵推啊。我要对地甲你讲，要对地拍，啊，你嘛会想啊。哦，就是像咧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迄、那个恁若有看到中途岛吼，即、這个影片，哦，这都是全世界珍珠港迄战争。哦，伊要兵推，就是讲你的船要行过到底，要对对，伊要对对，甲你拦截。这拢有伊的逻辑。哦，包括咱秘书长。伊所讲的足简单诶，你像讲在座打上初级班俩，咱个美国军事政委安排恁有挂无？也无人挂嘛吼？为什么咱个安排一定爱挂电管？唔知吼？因为美国军事政府伊个位阶比中华民国个位阶佫较悬，所以讲咱是挂伫
正迄迄面。哦，这当时是秘书长伊哪里讲一定爱挂呢？啊，我就知影，这就是包括咱的逻辑内底，哦，逻辑内底这个推理，你那法律论述，那读有较了解，去亲身去了解，你的思想，你迄个思考的逻辑，一定足清楚，哦，一定足清楚。从咱68年来，遐个毒素。咱家放杀掉，哦，咱家放杀掉。咱今日来受训的，就是要受咱真真正正咱本土台湾人要爱，要如何来救咱本土台湾人，这是重点。哦，这是恁今日来所要得到的一个原因。哦，所要得到的原因，啊，咱来为着咱下一代来努力来打拼。啊，因今还阁有剩4分钟。好、哦、啊，恁那个休息10分钟嘛。好、哦、啊，无要紧，咱较等下吼，因为我今要讲这节了，因为时间无够，讲的惊要接嘞吼，会接袂到，啊，所以讲咱提早休困，啊，较等下咱等较慢几分钟，好、哦，啊，我这节先讲到这。各位好，欢迎 Kitty。